哦，这个转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雷雪 PS2 有点想法。好吧。下还是 B 组啊 ，B 组 B 组的出现。有没有取电吗？外面没有啊，晒了。问 LB， 问我。呢啲冇噶，呢啲人地噶，你唔好攞人地嗰啲先得噶。真系噶，你俾人屌。哎，抓上头接，哎接不上，麻烦你接我。好，今天理论上来说，能够全部达到32强。TOP16 打到 TOP16 晚上会继续 TOP32 进 TOP16。 嗯，对，没错，现在也挺早的，才三点三，大家吃点下午茶。对，如果嫌不够下午茶的话，你可以观看比赛，很下饭。对，很下饭。对，今天很多库巴，有深圳的库巴都出来了，漂亮。对，深圳库巴堂嘛。对，深圳库巴云呐、啊，第一组还没到呢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碰头。好，这边看一下。白给了。好，来，等一下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哎呦，躲在墓中的一个探头啊。Left 也是在第一组，所以的话都不行，所以的话都还没轮到。现在是 B 组的败者组出现了。好，漂亮。看看，诶，这其实，诶，为什么不吐火呢？我其实觉得库巴拦那个食人花回场，其实吐火是很方便的。为什么不吐火呢？吐火吧，对吧？你一见到他下方回场，可以吐火吧？完了，扔出去。其实刚才直接凹一个横 S， 说不定就死。对，好，来继续打，一共四组，现在已经是 B 组的一个末端了。好，这直接一个上 B 拼着物过来，哇，哎呀，没有上二楼，哎呀，好可惜啊。哎，完了，为什么我？老是喜欢这样直接回场，这个守边很关键啊！哎，不守太漂亮，漂亮，这个可以可以冲过去上贴，这个力度很足。对，阿法还是有机会的，这个上头接空前，空上也可以，都喜欢再上 B， 可以啊，其实可以追板折了，这个空前的伤害高，空上的不算高。哎呀，这个喷火，这个喷火不对啊！啊，漂亮！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很遗憾的是 ，Rose 1-0。其实挺遗憾的，这个他跳回来撑不住，这个选择太是这个失误有点太大了。对，不应该这样选，选错了，不应该跳回来喷火。就算是打什么角色都不应该，尤其是像食人花这种，他马鲁西还有百节走，被巨石打晕了，丢啊！我刚进去，我们那个打，我们那个啊。睇下啦喎，点输啊佢系？唔知啊，不如攞药。马老师赢 GC Star， GC Star 赢马老师，这个有点爆冷，真的有点爆冷哦。那就说明 CSGR 的排位是正确。哦，对对对。是吧？是吧？哎，别乱说，别乱说啊！我可是很尊敬马老师的。不是啊，但是 CSPR 的那个结果就是，你看他那个位置就知道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看看，抓住，
三楼，我死不了，还中了这个滑盆，哎，漂亮的空前追到，可以再稳一点 ，Alpha， 加油！但是他选，哎，这是石人哦 ，Alpha 选的，选了一个这个小的三板图，哎，这不拦他吗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能不能这样子打石人花，真的，你不要乱跳，打石人花真不能乱跳，对，不要想着直接进场。他的这个铁球还是火肉没来，这是火肉，对，火肉来了。火肉没来，火肉来了，火肉来了 ，Hollow H L O W， Hollow 没来，对 ，H L O W 没来，他是准备考研了嘛？他还没有死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这个 B 转就有点什么了，有点骗自己。好。差点，哎呀，这不要跳，这个跳入真的不对。你要么就用下 B 用霸体，对，你可以留，你其实可以留在板子上，你没有那么急着去接近对方。哎，或者说他的下 B 的霸体能不能硬刚的做这一个铁球啊？石人花这个铁球应该是算是逼拳的那个铅球，应该是第二强吧？对，第一强应该是铅球。对。应该刚得过吧，我觉得应该刚得过的。抓住后头，哎呀，完了，没了没了，这个真的是威。铁球判定优先呢 ？V 咋说？抓？哎，没有抓。哦，铁球判定优先啊、哦！那没办法。上 B， 那就很不简单，打这种。只能靠接，哎呦，差一点这个空后。如果想用空后去拦的话，还是有些难。很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没办法呀，这被磕到死啊，这个对决。上头，嗯。现在很危险，哎呦，又吃一发铁球，一好喜欢跳上板。翻滚上板，哇，这个都能一直死按着，出个上 B 还能赢，还有机会，还有啊，回弹了手柄。这个时候就应该北通，用北通宙斯精英手柄了。对，报广州乱斗堂的暗号还可以获得40元的优惠。有打着低了，那有该打的还该打还是得打。可以，其实库巴的攻击上板是全部里面最长的，是最长的，所以的话我也想不懂为什么库巴的手能伸这么长。抓住哇，漂亮，这个横劈还有机会翻盘吗？这个不能守，这个波不能守，哎，这波空好，但这波的话一个横劈，哎呀，完了，上头死了，哎，漂亮，那恭喜、哎、呀，阿尔法好遗憾啊，恭喜 Jake2:0， 对，成功晋级了，再霸一只组爬回来了。